不心力则是重肥田。如果我们对这三件事都能慈悲地做到，福报怎么会不来呢？极乐世界，幸福国土，尽在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毗卢遮卢，遍住三世，善根回向，以福入世，令住众生，于刹那见三世佛，未尝一舍而有舍离。毗卢遮卢，遍一切处，善根回向，以福入世，超出三界，周行一切，悉得自在。毗卢遮卢，住有无法，善根回向，以福入世，了达一切有无之法，毕竟清净。这段文还是前头啊，记着前头。前面所说的真如相回向，真如无相，真如无生，真如无灭，真如是片于过去，片于现在，也片于未来，是片住三世，一切时一切处都是身如所在，以这个善根来回向，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佛道，能令众生在一刹那见三世佛，说在我们的思维当中，一刹那是好长时间呢，一刹那，在这说话之中，就九十个刹那，就这一语言中呢，就是刹那。一刹那时间是很短的，刹那即，对。那么在一刹那就是极短的时间，能够见过去诸佛。现在祝福未成如未来祝福，一刹那入世，每一刹那都入世，未成有一念舍离，没有一念舍离三世祝福的，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呢、啊。没有这种境界，这种境界呢，就是没有惑言的，是理上说，没有虚妄的，常识真实的，在你这一念间，我们一般说这一念间呢，有九十个刹那，一刹那是好多时间呢，那非常短。就是极短极短的时间，就一闪一刹那，但是在这一闪之间
你能见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念念入世，没舍离过。当然这个不是凡夫境界了，圣人境界观念了，这不是我们现在的念，现在念是有惑的，惑就是迷惑，惑就是有无明，有烦恼习气，这个叫惑。由着这个惑，你不停啊，在惑上你不停留啊，你要造业，就是起惑造业。造了业呢，就感果了。感的什么果呢？本来是不常的，把它当成常；本来是不生灭法，把它变成了生灭法。但是你回观真如，回观真如啊，就是反闻文字性，反闻文字性就观那个实际离体，观你那个心，你的心。这个心呢，就是真如。真如呢，真实不虚，如如不动。这前头讲了多少遍了？再重复一下子。我们众生失掉理性，没有理性，把理性失掉了。随着这个片己之性，片己之见什么执着什么，见什么执着什么，所以这个性，这个性是惑，惑跟理呢，两个是不相容的，理不是惑，惑可因理起的，理呢就是真如，真如。但是我们把不常的法记住是常，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常失掉了，失掉了。现在我们所用的，咱们经常说感情用事，这一是情执，情啊是起执着的，见什么执着什么，这个感呢是情感，不是这么理感。咱们向佛菩萨求感应，那个感是理感，不是情。现在呢，我们把理失掉了，背了真如了，背了真如了，所以你所想的、所嫉妒的、所思维的，全是虚妄。有虚妄跟真如两个不合的，不合的。虚妄不能够趋向真如，要趋向真如，得把虚妄除掉。理上没有惑，没有骗己之，因此，在我们所讲，理也好，有也好，事也好，虚妄的也好，都是迷惑所执着，不顺理。如果以真如来说，顺理了，真如来说顺理之后，有也是真如，真如之有，无是真如之无，在真如的本体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有无都变成实了。因为这个真实的才说空，真实的才说空，空是永远不变的，是真实的。理呀，就是这个含义。因为以真如，咱们说空说有，都是以真如来说，说真如是空的。
因准入而起的一些诸法是虚妄的，虚妄，虚妄的不实啊，入梦幻泡影啊，说这样来说空，这样来空，但是空中呢有个不空啊，现在我们就是不空，什么不空呢？业不空，所作业不亡。但是你现在观想真如，回向真如，趋向真如，那得理解空，空，空是什么呢？是般若的智慧，智慧，它是破那个迷惑的，破有显空，有消失了，空也不存在了。空有是相对而言的，都不存在了，归于何处呢？归于真如，归于实。懂得这个道理了，你看，譬如真如，遍住三世，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真如本体。用这个善根来回向，所以令一切众生。在一刹那中能见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而且是见的时候没有一念舍离的时候，譬如真如遍一切处，任何的地方真如遍的，咱们就经常说遍法界虚空界，因此骗过普遍的过原因啊，说举一毫端现宝王刹，说拿一个毫毛，你汗毛它的尖儿上能够现的三千大千世界无量佛国度，因为这个汗毛就是真如了，不是汗毛了，真如遍处一切处都是真如，以这个善根回向，因此说超出三界周行一切悉得自在，这样骗你，这个三界呢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过了，不是人天的希望、人天的思维所能得到的，就是大菩萨他们的境界，所以他一切自在呀。譬如真如，住有无法，善根回向，用这个住有无法的善根回向，以佛入世。咱们看一切法，不是有就是无。真如呢？骗住一切呢，有法也好无法也好，做真如本身是什么样子，就像咱们在金刚经上说，须菩提问佛，请佛说云何住心，云何降伏其心，佛答复他应无所住，真如在有法上无住，在无法上也无住，没有有为法之分别的，但是骗于有法，骗于无法，骗骗不是住，所以佛告诉须菩提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所生的心呢就是真如，就是无住，即不住有也不住无，这就是真如法。那我们经常呢反闻闻自性，反闻闻的体现，这是观自在菩萨所证得的，自性没有闻，没有嗅，嗅是嗅觉，闻是闻觉，
说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反映的，相通的。为什么相通的？都是真如故。真如即住于有为法，也可以说有为法因为都是真如，它是无住而住，叫佛教须菩提啊，无住生心呐、啊，这个心无住，那有生吗？生也无生，这叫无生无住。有无相对的了，二边了，没有有绝对不会说无，没有无也不会说有，有也是真如，无也是真如，唯有一实相，无一切境界，这叫住有为法。了达一切有无之法呀，毕竟清净，这叫真空。这个问题经常在前面跟大家讲过，真空，因为空才能显有，这个有不是真有，有妙有，妙有这个有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妙有呢不是有，妙有非有，即是真空。但是我们在这个上头啊，翻不过来，翻不过来也翻不过去，是现在就是不明白。以文字上、解说上，你是明白了。当你烦恼来了，可就不明白了。把烦恼当成真的，烦恼没有。这是我们中国特别的所说的禅宗的含义，也就是这样：即不作有，已不作无，因无显有。这个有非有，有能成就空。所以真空妙有，要把这个问题开阔了讲啊，那就每部经论都讲的，反正大乘经的讲这个教义。这是什么呢？以前我跟大家说的，性空缘起，缘起没实体，你这性空建立的，所以缘起即是性空。因为性空常有缘起，才有眼世界、净世界一切诸法。缘起无自性，没有实体的，回归于本性。这样的来说，说一切诸法呀，毕竟清净啊，是毕竟空，空在清净。毕竟空即是真如，真如不空才显得妙有。真者真实，如者如如不动，这是要理上来说。那见了一切四书四间法依真而起的，下文这个问题还解释啊，不假这个住有为法解释了，假体性来解释。体入真如，体性清净，善根回向以复入世。在这菩萨修着回向法，回向法，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众生，愿一切众生都能解脱。那么这个道理呢，怎么能使众生解脱呢？体性清净，菩萨的体性跟一切众生的体性，体性是一个，它是清净无染的。用这个善根来回向。那举例来说，说方便即住道法，方便啊，方便就是缘起，咱们这是愿度，
这愿度之前咱们讲的方便度讲的很多了，他能够住就住道方，比如说我们念佛拜忏读诵大乘，这个法本身不是道，它是住道，它本身不是真如，它不离开真如，你一直这个修回归真如，这就是住道法。嗯，这礼拜，礼拜磕头，给你灭业障、消灭业障，回归真如的体现。嗯，是帮助而已了，帮助你成就菩提道业的方法。但这就方便，因为没有一些垢眼，垢眼，嗯。如果我们身上啊衣服啊打脏了，你要洗，你就能拿水洗啊，洗不下去的，加点肥皂啊，加点洗衣粉呐、啊，嗯，这都是要叫助道法。嗯，助道法帮助你能达到清净，嗯，完清净，嗯，这菩萨行菩萨行的时候。行菩萨行，当你行这个行的时候，它本身不是清净法，它本身不是菩提，不是真如，但是你能达到真如，因为助道法方便法能可你成就佛道，能可你实行菩萨道的时候，把你那个垢眼能可给你清净，能清净。嗯，体入真如，体性明洁，体性清净跟明洁是意思相通的了，在文字上加另一个解说。嗯，什么是清净呢？明洁呢？三昧，这个三昧是指着你学到佛法，以佛的教导得到种子陀罗门，陀罗门就是一切法的道理你懂了，不但懂了而且明洁了，洁净明白。嗯嗯，真如的本性觉悟就叫明。嗯，离开思念，离开一切念，就叫洁，有念就不清净了，就不是清洁了。嗯，这叫明洁。你这个回向啊，就叫三昧总持的回向，譬如真如体性无垢，善根回向以福入世，体性本身本体没得垢眼的，那我们所做的也没有垢眼的，是以这个善根来回向，因为你众不离体啊，你所做的都在体上啊，这样解释的，是吧？远离一些垢，就满足了清净了。嗯，这个咱不住浅显的来说啊，像咱们上殿呐、过堂啊，那一天所做的吧，所做都是佛事，说是佛事。这个佛事啊，就让你离一切垢眼，垢眼离了，不就变成清净了吗？怎么离的？真满足的，文殊师利菩萨教授我们，在你将入信位的时候，叫我们善用其心，发愿，那140愿就善用心。怎么离住垢的呢？说你上洗手间，大小便是当愿众生。弃贪嗔痴，
去了贪嗔痴去掉了，贪嗔痴反面是什么？戒定慧啊，清净的，垢缘的，贪嗔痴就是垢缘的。容你所做一切的行为惯想力啊，说你心呐、啊、惯想力，这叫离住垢。像吃饭吃饱了圆满了，也是文殊菩萨教导的，也是这一百四十愿支的。饭时起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就离住垢缘了。如果你把这个方法，就是佛文殊师利菩萨所答复自首菩萨在这华严经净恒品所告诉的方法，你都能善用其实，用到你生活，用到你的行为，你就能够得到清净业。清净业就是善用其心，你的心呢、啊、都在真如上头，所做的都是真如，非真如法都离开了，那惯法惯心啊，真的入久了。今天有位小道友劳动的，他突然看着我，看看左右没有人，他再问我几句话，不然他不敢问。我看没有人了，问我老法师，我想修禅怎么入定啊？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劳动啊。我说在入定呢。他吓了一跳，他说我这在劳动怎么入定呢？我说你心呢、啊、把你惯想，心不二用，劳动你住在劳动上，这叫禅定啊，这叫善用其心，你干什么事情就住在什么事情，这个就是真如。这个但是这一理啊，一时你还转不过来。什么叫定？什么叫三昧？就是你全心全意把这个心呢、啊，心无二用，不要干这事想那个事，干那个事想那事，永远成就不了的。拜佛想参禅，参禅又去想念经，这是不行的。就自心一处，能离住垢，这才叫清净意。意清净就是没有杂念，那叫意清净。这是一念，连一念也不生。当你做这一个事情做成熟了，他没有无到了无功入道，无功入道自然而成的，不假功用，到无功入道时候，那叫清净意。没因为我们是什么呢？分别心，不能够把你心呢、啊、置心一处。你不能置心一处，你干这个事想那个事，就是思想的很复杂，这叫意不清净，心在颠倒，意不清净。没有杂念的清净一念，乃至于最后连这一念也没有了，就叫做无所作，这叫无相法。没有能做的我，也没有所做的事，全是一真法界，就是真如。你在平常的时候生活当中随时这样体会，不是另外离开你现在所做的另外有一个什么清净法，另外还有一个真如，那就麻烦了。那没有，为什么呢？譬如真如无我我所，既没有我也没有我所。
这道理啊，叫你分析观想，环境存理性的，要在理上破除事，在理上啊，理法界成就四法界，四法界，那么就是在理上不能进入，在事上啊，分别执着，把我所当成我，根本没有我，那我所成就的有了我了。大家听我这话很麻烦，不大信啊。咱们举个例子说啊，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再说大点，我的身体，我的身体不是我呀，是我弟呀。我的眼睛也不是我呀，是我弟呀。我弟是我所，把我所当成我，我根本就没有离开这些我弟，我在哪里？这些个我所是以我建立的，要没个我，我所不建立呀。我所有连我都没有了，那所有的当然自然也没有了。这让你修惯了，平时这样想，无我我所，是吧？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我见的就是我，我所见的就是我人众生受者一切事物，这两个都没有。这个回归真如，说没有者呢，就是虚妄随缘建立了，真如随缘。所以咱们讲大乘起信论呢，都讲过了，大家可以拿那个体会，一心随境缘，随境缘叫境法，随缘缘叫缘法，随境法是心真如门，随缘法呢就心生灭门。心真如，心生肉，就心真如也好，心生灭也好，啊，就是一心呢，离开一心都没有了，真如生灭都没有了，就是一心，是吧？一心看二门，最后。咱们现在所讲这个道理，就是拿心真如，心真如门，贯彻一切，这一切法都是真如。说这些回向啊，发愿呢、啊，用真如来回向，你真如回向真如，这叫回向实际理地。因此才说无我，我所。我要没有我所还建立得上吗？就这样说，没有我了，那我的什么的东西都不存在了。你还可以分析想，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没有没关系啊，瞎子还照样活着呢。没耳朵，就是耳朵听不见了，聋了，我现在就聋了，一般有时候你跟我说话我听不见了，听不见了没关系啊，听不见了心里还清静一些。听不见听见你说什么啊，不知道，骂你呢，骂我不知道，赞叹也不知道，这个无能所呀，没有一根，没有哪一根都没关系，连我根还这样子，那我的桌子，我的板凳，我的什么东西没有都没关系。但是我呢，我要没有了呢，哎，怎么办？我要没有了就回归真如了，当无我的时候成了，看达什么无呢？不但人无我，还有法无我，得到法无我，法无我，人无我，二我永亡，还不行，还有无明存在，
把无明也亡了，这才能说达到究竟觉。这无所，从这个三个来讲，啊，你没有我的无所的清净心，这个心呢，如果没有我，没有无所了，那你这个心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十方诸佛国度都有你。要么大家念那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你要升到极乐世界去了，找亲心找亲，到十万亿佛度供养诸佛去了，他跑得过来吗？他没去呀，他坐那儿原地不动，一念，这一作业念一转圈。如果你到过上海，你在我这儿给你讲呢，你听不进去，你打个瞌睡，一作业梦到跑到上海去了，你看着清清楚楚的，人是，其实那个境界像一样的，这是妄，没有正德，你不能分身，这个我说这关系非常重要，从小学到大学，就是你从凡夫的一直到成佛，就是在我所之间，贪心，什么都是我的，贪心特别大。要是回向真如了，达到没有我了，没有我所了，这样呢就成就了。成就什么呢？无我无所的清净心，没有我为的我所，那个心非常清净，能够遍满十方国度。譬如真如体性平等，善根回向已复如是。什么样子呢？怀得平等一切自字，这个字啊，一切字后头又加个字，这个字是照料一些字的，究竟成就佛果了。一些字是照理的，理得成就事啊。后头这个字啊，一切事理无奈，就等于事事法界无奈法界，达究竟成圆满佛果。这能怀的什么呢？怀的平等，看一些问题啊，都是平等平等。我与众生，加上诸佛，三心平等平等。诸佛与众生，四心常平等。说这个心呢，心理上平等平等。因为什么？这照料一切法，诸法就很多了。照料一切法是照，照的中间没有分别，没有这是善法，这是恶法，没有这些，一切法平等。那无我了吗？无法执了吗？法执没有了，法平等。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眼上有毛病，就是见上有毛病，看问题看法不同。为什么又有毛病呢？愚痴啊，没有智啊，没有一切自字。人有了一切自了，照了一切法，此意，那个意是眼睛有毛病的，说见上有毛病，或者愚痴。愚痴跟智慧是相对的，把这个愚痴跟这见离开了，所以达到体性平等。譬如真如超住数量，善根回向已复入世。超出数量啊，不是用数字，用尺量，不是大小。不是多少，不从多少计较，
不从量的大小计较，这就超出数量。用这个来回向，这个也是一些字，用这个超出数量的这个智慧，成着大力的法藏。法藏就是法含藏之意，含藏且诸法叫藏。这个藏含藏什么呢？含藏一诸法。咱说大藏经，大藏经就含藏的无量的法。因为前头断哪知，这法知也断了，所以说一切法藏。以这一切字作为他止住，就是他住的处所。这些字啊是片些住，那个法呀像云一样的片满一切，是四片一切十方一切世界广大法云，法片一些处。咱们读心经，为什么这个经叫心经？本来是大般若经，那大般若经的心，大般若经的心叫心经，是吧？你把心经大家都会背，把它用好了，就等于用了大般若经。懂得这个道理了，完了就知道一切数量是从数字来算，是吧？一个、两个到十个，咱们读普贤横品十大愿，这十大愿是无穷无尽的呀，一至十，十至百，还得从一起，是十个十就是一百了，也一百个十一千个了，但是从一起，一起。如果大家懂得这个数量的道理啊，你也明心了，一切法不论多少法藏，演变的无量沙数那么多，还是一个，还是一个。法门多少大，多少广，无穷无尽，还是一心。一心生万法，万法还归，这是数量。要是同时止住了。比如这说平等难住，善根回向，你说是不是？平等难住，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是悟得了，或者正得了，住在菩萨道，住在什么道呢？觉道。觉道什么道呢？就是一切自道，觉就是一切自，住在一切自道，他在一切自道上。住到一切字道上看呢，以一切字的观念来观看一切诸法，平等平等。但是这平等的意思啊，头几天我也跟大家讲了，它是从理上平等的呀，不是事啊。说合理不合理，合理了平等，不合理了呢就不平等了。咱们现在不明理，对理上不明，没有智慧，那你所做任何事儿不合理，不合理嘛，不但平等，不平等也没达到。因此要住在一些字，住在一字上嘛，才能住于平等。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没有住得一些字，但是他相似见道，见道就是懂得了，悟道，悟道是明白了，悟道不是正德，悟道不是见道，见到了不是究竟，必须达到佛的究竟位，那才一切真正的平等，才住于一切自道，真正觉悟了。
又撇入真如，骗住一切众生界。真如是骗的，我们每个人都具足真如。你这个你所具足这个真如，尽管你不知道，你也用不上，但是它具足的。因此每个众生都能修行成佛。为什么？它有啊，它不是外来的。那没有，没有你怎么也修不成，成不了佛，因为你本具的。你是佛种子，本具这个心呢是佛种子，你有这个种子，一定能生根发芽，水土不相合，没人灌溉你，没人扶持培养你，所以你就不能成啊。尽管有种子，没种，没有水土的保养滋润，不能成啊。一切众生必须得遇着佛法，遇着这个能使你回归原来的本性的方法。有了这个方法了，那你很快就成就了。平等。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舍生取义的小蚂蚁。蚂蚁可以说是自然界中一种非常渺小的昆虫，它们似乎不堪一击，即便是一场雨或火，
无意间的落脚都能夺走他们的生命。然而，这种看似极其弱势的动物，却能在世界各地得以生存繁衍下去。这全得力于蚂蚁的团结和群体力量。这些蚂蚁可真厉害呀，竟然能抬得动这么大一块饼干。厉害什么？它们那么小。厉不厉害可跟大小没有关系哦。其实蚂蚁拥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品德。妈妈，你说我们要学习蚂蚁的品德，它们有什么品德值得我们效法学习呢？爱心、同情心、团队合作与忠诚，这就是蚂蚁精神。它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抛弃同伴，即使是危难当头，也肯为朋友来牺牲。阿姨，真的吗？这些小蚂蚁真的有你说的那么伟大吗？是的，有一种蚂蚁的品种叫做爆炸蚁。这种蚂蚁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随时做好了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好久没有食物自投罗网了，我看今天我们不如就来一顿蚂蚁大餐吧。你饿糊涂了吗？你怎么能去攻击他们啊？要知道，他们可是爆炸蚁，他们会牺牲自己，然后和你同归于尽的。你见过他们爆炸吗？没有，但是我听过很多关于这些蚂蚁可怕的故事，其中就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袭击这些蚂蚁的时候遭遇到了不幸。这是你亲眼看到的吗？不是，我是听别人说的。你看，都是听别人说的，我可不相信蚂蚁还会爆炸。它们个头那么小，根本没什么可怕的。我走了。你干嘛？不会真的要去袭击那些蚂蚁吧？当然了，今天我一定要吃一顿蚂蚁大餐。不好，有蜘蛛要来袭击我们了，大家赶快做好战斗准备。嘿，哎呦！你看吧，这些蚂蚁根本不堪一击。好了，到了我品尝蚂蚁大餐的时间了。当爆炸蚂蚁遇到蜘蛛等天敌时，它们首先会进行一场战斗。不过，一旦察觉到战事不利，它们就会使劲收缩腹部肌肉，使自己的体壁与腺体崩裂，瞬间爆炸。哎呀！这些蚂蚁真的能爆炸呀，不过这点威力根本伤害不了我嘛。可就在这时候，一只只蚂蚁朝蜘蛛飞快地爬了过去，接着它们纷纷在蜘蛛的身边爆炸，大量的粘液将蜘蛛紧紧地包裹起来。可恶，我竟然不能动弹了。哎呀，好痛啊。不好，这些粘液在腐蚀我的身体。救命啊！救命啊！唉，爆炸蚁自爆，一是可以对敌人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二是可以用粘液缠绕住敌人，使其动弹不得。更重要的是，爆炸后喷出的粘液中含有容易挥发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弥散到空气中，可以被巢穴中的同伴所觉察，使他们提前做好防范危险的准备。真没有想到，小小的蚂蚁竟然有这样的本领。可是那只爆炸的蚂蚁却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是的，正是因为蚂蚁这种为了保护家族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让这种看上去渺小的生命却可以在我们地球上生存至今。妈妈，蚂蚁还有什么样的本领啊？我还想了解的更多一些。关于蚂蚁的事情，我知道的也并不多。我可不是什么蚂蚁专家。妈妈，我长大以后要研究蚂蚁，成为一位蚂蚁专家。我想知道更多他们的故事。我的孩子，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位优秀的蚂蚁专家的。从那时候起，
我就立志要研究蚂蚁，研究它们的生活方式，研究它们的精神世界。是这样啊，难怪你会如此痴迷蚂蚁，原来是小时候就建立的梦想。没错，当你越了解它们，你就越会发现，这些小家伙真是了不起。的确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些不起眼的小家伙毫无兴趣。你知道，他们实在是小得太不起眼了。哎呀，真糟糕！你看，这么一点水便给蚂蚁带来了灭顶之灾，他们实在是不堪一击。这点水对他们不会造成太大伤害的，因为这些水会很快便会渗入泥土中，到时候他们就安全了。你看这两个家伙竟然爬到树叶上了，这样一来，就算是水洼里的水不渗下去，他们也不会有事的。嗯，是的。果然没过多久，水便渗没有了，但是有两只不幸的小蚂蚁却被湿泥埋住了半截身子。你看，这两个小家伙被困住了，让我们来帮帮他们吧。你这样做可不行，这样很容易伤害到他们的，我们得找细一点的东西将他们救出来。哎呀，你快看，蚂蚁的同伴在帮助他们脱险呢。这些小家伙真是好有互助精神啊，这就是你说的蚂蚁精神吧？对，这就是蚂蚁精神，爱心、同情心、团队合作与忠诚。他们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抛弃同伴，即使是危难当头，也肯为朋友而牺牲。两只蚂蚁在同伴的奋力救助下，从泥土中挣出了身子。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四周试探了一下，却并没有迅速逃离，而是突然朝一个地方继续衔咬着泥土。怎么回事？同伴都救出来了，他们怎么还不走？他们好像发现这下面还埋着什么东西吧？是蚂蚁，原来这下面还有一只落难的蚂蚁。哎呀，真是有情有义的蚂蚁呀！是啊，我们今天就跟着他们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生活吧。嗯，好的。哎呀，什么味道？好像是什么烧焦了。好浓烈的焦味，哪里起火了？啊，前面起火了。哎呀，那些蚂蚁被围困住了，他们都会被烧死的。快，我们赶紧去救火。可是我们没有水，更没有灭火装备，这下该怎么办呢？火势越来越大，火圈里的蚂蚁已经有一些被火烧死，其他的则一起聚集在了火圈中央，用不了多久，大火也会将它们全部烧死。我们帮不了他们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赶快联系森林消防员，将这里的火扑灭。唉，蚂蚁毕竟太渺小了，一点点灾难就会让他们全军覆没的。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团黑色的小球从浓烟滚滚的着火处滚了出来，紧接着又一团同样大小的黑色小球滚了出来，之后是第三个、第四个。天啊，那是什么东西？是蚂蚁，那是一团包成球的蚂蚁。他们竟然用这种方式从火海里逃生。是啊，如果他们一只只地穿越火海，那只有死路一条，而包成球逃生则是他们最好的逃生方式。他们真是太了不起了。当森林消防员赶来时，那些蚂蚁已经从火海里逃离了出来。这些幸存的蚂蚁是依靠外层同伴舍命保护而活下来的，对于他们来说，并不知道这场火有多大，需要牺牲多少同伴才能逃离火场，因此
每一只蚂蚁都做好了牺牲自己保护同伴的准备。是啊，他们真是太伟大了，在危难当头他们团结一致，不分你我，为了整个种群舍生忘死，